地球人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起床了。嗯，谁在喊我？啥情况？我去，天已经这么亮了，这好像是睡过头了。糟糕，现在已经快11点了，我的天哪！地球人，装备和药水都已经给你了，现在还不出发，难道你是想反悔不成？不是不是，我马上就出发，现在就收拾装备，先过去拿放大缩小药水，那可是我大战海怪的法宝。他们还在这里，各带几瓶就行，一个就有12个小时的药效，拿多了也是浪费。昨晚放上去的蟹排已经烤好了，现在就吃一点凑合一顿吧。行，赶紧收拾装备。巨型信号枪也没有什么攻击性的伤害，就不带走了。看一下地图，昨天外星人说宝藏在左上角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距离此地大概300海里。 OK， 两把巨型武器拖到船上。哎哎，一个搞定。 AK， 哎，我拉。 OK， 该带的物资已经全部带上，来不及收拾太多东西了，我得赶紧走，等我此次胜利归来的时候再收拾吧。地球人，发生一切事情我都会隔空传声和你说的，等着你回来收拾岛屿呢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方向是正西，前面的位置就是。 OK， 拔毛出发。此次攻打3只超级大海怪，也算是我探险多年以来一次重要的考验，不求有多么华丽的过程，只求能够安全地回到这里。走。停船。嗯，这就是存放宝藏的金刚岛，怎么全是石头？地图上的位置估计就是这里，300海里的距离也差不了多少。不管了，把武器脱下来，去岛上看一下。有个箱子，难不成真的是这里？哎，上面还有一个铁桥，等会儿，好像有个洞。哎，哎，就几个油桶，貌似上不去，算了，那就再往上走一下。研究所，过去瞧瞧。怎么现在越来越感觉走错地方了呢？岛上一点宝藏的痕迹都没有，外星人是不是在骗我？嗯，这怎么摆放了一堆碎零件，还有一个箱子？我天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子弹，子弹，我的天哪，好大的子弹，这是给巨型 AK 用的吗？好家伙，3×99，估计有200多发，还真不少。外星人说金刚岛上有子弹，看来确定无疑就是这里了。哎，哎，哎，下面还有一个房子，过去看一下，指不定还有子弹。好像没有，空荡荡的。那么外星人所说的钻石宝藏呢？不是说数不胜数，价值不菲吗？怎么连个影子都没看见？不行，再去岛上转一转，我觉得外星人应该没这么不靠谱，获取宝藏不在房子里，而是被他藏到了别的地方。
哎，下面有几个箱子，好像有蹊跷，走去看看。哎，嗯，怎么地上全是箱子？我的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钻石吗？空的，还是空的，这空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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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空的。靠，什么情况？怎么都是空箱子？不是说好的钻石吗？怎么连个影子都没看见？情况不太对呀，这些箱子散落在外面，会不会有其他的意思？我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，这些空箱子应该另有其意。哎，那边还有几个，再看一下，还是空的。我的天哪，奇怪了，这好像不对吧？没来错地方呀。嗯，等等，里面还有一个山洞，而且有东西，快快快，赶紧看一下。我天，这么多铁箱子，外星人是把宝藏藏在山洞里面了吗？天哪，真的是钻石，满满一箱的钻石，这平常见都见不到的东西，这里竟然充满了无数个。剩下的箱子都是吗？靠，厉害了，要是搬一箱这玩意儿回去，那我可就发达了。这也是，这个也是，此地可真是一个好地方。外星人，你的宝藏已经找到了，满满一山洞的钻石，全部装在铁皮箱子里面。嗯，铁皮箱子，木头箱子呢？没看见吗？木头箱子，见了呀，门口有好多空木头箱子，可是里面没装东西呀。什么？空箱子？那些木箱里面装的也是钻石，怎么会是空箱子？嗯，装的钻石？不可能吧，是你记错了吧？不对不对，你再去看一下，该不会丢了吧？好好，我看我看，你先别着急。没有啊，确实是空箱子。不妙，应该是被拿走了，趁我现在不方便行动，竟然明目张胆拿我的钻石。正好现在命你火速找回丢失的钻石，否则我就拿你喂了海怪。行行行，你别拿我出气啊，我给你找还不行吗？算了算了，把火点上，外星人应该已经休息了吧，烤两块肉。跑了这么长时间，可把我累坏了，明天再找吧，我得赶紧休息，睡觉睡觉。好了，我是探险家辉哥，今天我火速来到了存放宝藏的金刚岛，果真发现了大量的钻石，不过这还只是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钻石被偷了。 U40 星人大怒，我在岛上转了好几圈，始终没有找到，只能明天再想想办法了。晚安了，小伙伴们。